回到这个制裁方面，很多的包括农民或者是做生意的都很担心自己产品被制裁了怎么办，尤其是这些比较辛苦的农民们。农委会翻开这一次制裁的名单一看，不得了啊，怎么跟之前我们早就签好的 ECFA 早收清单里面有好几项都重叠，所以签的约一翻脸就完全不算数了吗？跟中国做任何的交涉，它随时都可以片面的喊停。所以这件事情很多国家都已经受害，那台湾当然是之前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那这一次呢，他又说好，那我们要禁止你的什么什么什么进口。他其实讲了一大堆品项，甚至包括糖果、饼干啊等等的。然后大家就发现说，其实他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禁止台湾这个卖到中国去的很多的品项，其实都是原本我们签在 ECFA 的早收清单里面的，像是什么柑橘类、柳丁啦、柠檬啦这一类，或者是还有这个石斑鱼、文心兰、金针菇、香蕉、柳橙、哈密瓜、火龙果、乌鱼、石斑鱼、秋刀鱼、甲鱼，对，一大堆品项，这么多。前阵子不是还有石斑鱼吗？等等的哈。那现在还包括了什么白带？前阵子还有白带鱼啦等等的这些东西。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他就告诉你。我中国现在火大了，所以呢，我军演封锁你的空，封锁你的海，然后我也要封锁你的这些商品。那讲到这些农产品哦 ，ECFA 的早收清单，当初我们签它这当初这个国民党政府在执政的时候签这个东西的时候，哎，是因为的确它施予了一些小惠，譬如说，我就包下你每年就是多少的这些鱼的量。然后呢，哪一些的渔场等等，他就直接统包性的，然后就用一个比较好的价钱来跟你买断。好，那所以我们以白带鱼为例，他就像前一阵子的那个鱼啊，五仔鱼啊，五仔鱼还有点烂，五仔鱼，也就是说，当初我们也一样，五仔鱼很多都是卖到中国去，因为它的这个价钱是好的。那后来中国。为什么要片面这样取消？其实某种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武汉肺炎发生以后，他们自己的内需的量也降了，所以啊，趁势我们的量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多，所以呢，我就禁止你，然后也可以给予你惩罚，因为我之前让你尝到了甜头。那所以让台湾在初期尝到了甜头的这些现在受害的渔民农民们。其实我们也等于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没有办法去做我们保存、运送等等，或者是再制化的食品加工业的一个更为提升。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好，那因为他要买啊，那我们有量啊，价钱又很好啊，比卖在台湾这个量多价跌要好多了，所以我们要去赚钱啊。那所以反正你要你大鱼小鱼白带鱼大的小的你通通都要对不对，我就通通给你。那可是如果我们所有的量都放在中国的话，你要我就都卖给你。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这些量是分散到其他各种国家的话，对，我们就会提升自己的这个冰柜的品质啦，运送的技能啦，或者是保鲜的这些技术啦等等哦，因为我们要到日本去，所以我们需要怎样怎样怎样提高我们的对更为精致化，更为这个技术这个提高化。那如果你都到中国去的话，其实这些都没有办法去做强迫台湾自己往上提升，那所以就会养成一种长期以来的依赖性。对，所以其实在这些年以来，农委会一直在试图降低对于中国的农产品、鱼产品的这些大宗依赖，所以逐渐的在分散市场，所以我们常会听到说，哎，我们可以销到澳洲去哦。那所以我们的世家到了澳洲，那个要怎么保鲜啊？所以我们就用了另外一种冷冻的方式，让它哇，表皮也不会怎样，也不会烂掉，然后你切开以后会像是世家冰淇淋啊等等的。或者是我们的芭乐可以卖到美国去，哇，美国哎很远呢，那所以那个运送的过程等等，我们就会有技术上面的提升。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帮农民分散了市场的风险，也增加了我们的自我的这些条件的再往上升，对，在世界上面就会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个就是把
鸡蛋分散在各种不同的篮子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实质的效果。好，那所以中国就反正我已经养你那么久啦，早收清单，我现在老子说不要就不要，然后所以呢就让你们一次死。但是台湾不会死，台湾其实做这样子的准备已经做了非常非常的久，而且呢制作人一直很执着在白带鱼这件事情上面。你知道在台湾哦，白带鱼是一种高贵鱼，你常在餐厅里面，餐厅的老板你跟他熟一点的话，他就会说啊，今天有白带鱼啦，要不要来一客。也就是说白带鱼现在在台湾来说不是那么的像我们小时候便当里面都有煎白带鱼，吃到都快吐了。现在它变成一个量少而且价格比较高的这样子的这个鱼种，那于是就有些人觉得说，那你中国不要的话开什么玩笑，我们台湾人爱吃的半死，而且价格说不定我们的量因为大了，价格还可以稍微更加的平民化一点，这对台湾来说也未尝，爱吃白带鱼来的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但农委会的立场是希望说价钱不要降啊，就算你中国不要买，对不对，我们会想办法帮你卖到其他国家，那你台湾的这个量仍然会这个会比较多一点，但是价格尽量不要降。因为为什么？因为要保障那个农民收益的那个权益啊。那当然是因为是农委会的立场，他当然要照顾农民。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中国用这个 ECFA 之前把你掐住了咽喉，然后现在哇断你咽喉的时候，其实你以为会死，不会死啊，老公。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佩姐要来一个呸！你想得美，中国！我在等你什么时候呸？终于呸了啦！因为刚刚最高潮都全网线上等，因为刚刚很多人都问说，哎，佩姐今天还没呸？今天呸的对象就是老公，我呸！谢谢。